国立台湾博物馆举办东南亚移民的特展，展出服装、咖喱红啊等等的收藏品，希望让民众愈了解东南亚的信仰甲文化。这个呢是来自印尼的巴厘岛的巴龙，整个形体淡薄像台湾的人狮，这是印尼的传统文物，是当地师傅孙秋刚打造的。印尼驻台北办事处他们送给我们一只来自巴厘岛的巴龙狮，真实版的，按照古法去刻出来的。为了让新住民朋友也能看到家乡的物件，台北馆专工将日治时期到达参新住民朋友的收藏，举办合作百年对话，下国移动者甲藏品小组的地点，计共有60-70件的收藏，包括各种东南亚风情的装饰品、服装、茶席、咖喱等等，嘛，让外界认识当地文化。那这些藏品，我们发现，刚开始之后很难去解读它。那但是呢，怎么样去找到可以解读的方式？原来来到台湾的东南亚朋友们啊，帮我们这个所有的南洋类藏品的解读做了很大的贡献。因为呢，这个东西他们一看就说：“哎，这是我家乡的什么什么。”这些收藏上侪来自印尼、个菲律宾、越南等等。七点零透过新住民的访谈，下个连线考证等等，希望好这些珍贵典藏找到相对应的故事。因为台湾新移民渐渐增加，伊嘛唔忙透过展览，台湾人会当更加了解移民家乡的生活文化。记者 TVB 随台北采访报道。